应以和身得度者，佛就现和身。你什么缘缘成熟了，佛就四现中国因缘，这叫应。应什么呢？应感。经常咱们大家念诵的时候啊，这个道场，这个道场，这道场本来没有释迦牟尼佛，也没有观世音菩萨，没有文殊普贤菩萨，都没有。但是我们在这儿求，对，一些众生在这儿求，求就叫感，感菩萨就来了，佛也来了，应。说我没见到，你没见到，那佛就是明应，明是那里头，那难的应了，你还没见到，但是你可感受到，怎么感受呢？身心欢喜。对，有的道友他途经发现或者念经干的发现痛哭流涕啊，那都叫应了，那佛菩萨加持力来了，或者赶上身上你念经的时候发冷发热发烧出现异象，异象就是不是平常正常的现象，这也叫应，叫应。这种应啊种种的不同，众生有感，佛菩萨一定有应，说一切入道师身跟他道理，身是四现的身，义理，义理是体，不是四现的身啊，那个义就代表的佛的法身，身就代表佛的化身啊，能够在十方刹随业种种现。因为你有感了，应佛就应现，那你随着该应现什么身，该怎么样示现，佛自然自知了，佛就示现什么身。我这个道理我们平常前头都讲了很多了，对对，《华严经》竟是重复的，重复。咱们在住位头这个道理也讲了，现在在回向位里头还是如实讲，不如深一点，语言变化，文字上变化，总体从你一发菩提心，实性满心，都是一样的了，体入世，相不同，语言文字不同。比如说我们佛示现救度一切有情，说一切有情着了非灾横祸了，求佛救济，在求佛念佛的时候这叫感，感。当你灾难消失了，佛也并没现身帮助你消失什么，就是你那个情况啊变化了，这就说明了佛已经应了，应了。但是这里头佛的体是化身，化身的体都平等的，那一是度众生是报身，是化身，一是报身，一切有情具是化身，他这三身不同。但是你的感，你感，而感到佛如何现身，佛就如何现身。那大菩萨感的都是接感的是法身，他这从心里就明白了，佛一放光他感受到了，十方诸佛都在放光，咱们感受到了吗？咱们感受不到。因为什么呢？一者是缘，缘是根据你的业习，你的业习啊给你做障碍，佛的作业利益众生作业没有差别，差别在机在众生，不是在诸佛，诸佛啊，一切诸佛的身
就是一个法身。嗯，经常大乘经典，一身一法身，一心一智慧，历时历事物外一切皆一言，一切都相同的，佛佛都相同的，都是如是。嗯，因为感的不同，应的也不同，每个佛他发心的因不同果同。咱们现在每位道友发心因不同，因不同，但是你现在同在普如寺，同一个大锅吃饭，同修同住，这是同的。这个同中又有不同，每个人的思想状况它会起变化的。今天是铜的，明天就是铁的了，人变成铁的了，那你离开了，你离开了就不同了，你进了，进来又铜了。就像我跟你们大家也是铜的，这叫缘。以前的缘随来随去，现在在这儿不动了，谁叫他不动呢？好像是我心里想我要在这儿住，能是这样的吗？自己做不了自己的主，每个人都做不了自己的主，随月随你的业，这不同。祝福不是这样子，祝福救济众生时候，有情界的一些灾难，有时候能救济，有时候不能救济。谁不能救济呢？缘不聚，缘不聚。佛门广大，难度无缘之人，没有缘没办法度。对，所以这个救济有情灾难，对，救济是什么？是业。他救济灾难为业，佛菩萨救济众生的灾难，这就是业。众生是业感的业，业报的业，菩萨是业用，以他的智慧来救众生。还救济乐趣，乐道众生，三乐道，把那个众生在不善处把他拔济救济出来，让他生到善处，像地藏菩萨常在地狱里度众生，地狱是不善处，那苦难是不断的，没有一时间离开苦难的，不像人间呢，人间有苦有乐呀，对，一会儿苦了一会儿又乐了，在地狱可没有，没有乐的时候，都是苦的。他在地狱救济乐趣的时候，这就是他的佛的大用业用。还救济非方便，什么叫非方便呢？非方便要想求解脱行，求解脱行，佛把那个外道众生，外道众生把他令入佛道，令那些外道舍那些个非方便法，让他得解脱，而是令入佛道。佛救济，总之吧，佛救济众生的那个业用是无量的，是固定的吗？是有这个形式吗？没有，随众生的业，临时的变化，众生的业随时变化。咱们可以观察我们自己，我们自己这个业，从你出生到你现在学佛，拿过你二十、三十、四十、五十，乃至到我现在九十，还是一样的，一样的。
身是同，业不同。每一个时期的业跟每一个时期所受的果报不同。懂得这个道理了，那佛利了一些众生的时候，随他的业，随他的愿力，随他的智慧，就是随他的感。有时候是用法身理智感法身，有时候用我们的业报身理智感佛的报身。我们这是业报身，佛是功德身，把我们这个业报身又想转变到功德身。这就是感和应，这都是讲感和应的关系。